评论区有人说，我楼上这有一个空岛还没上去。我也想起来咱们家旁边这空岛我还真没上去啊。咱们找到一个差不多正下方的位置，我刚才用铲的呀，铲了几组的沙子啊，不知道这空岛上能给我带来哪些资源。然后今天是周五啦，然后祝大家周五看视频看得愉快，然后大家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，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叶枫增加点播放量。现在咱们沙子马上就要搭上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上边会有什么物资。随机合成里边昨天有一个人在评论区里也说了啊，然后跟我杠啊，说叶枫为什么我玩你的这个整合包就可以按照合成表合成出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兄弟，这个是随机的，真随机啊，他这合成表有时候就是假的，只能说你脸太白，运气太好，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我那种鸡肋的情况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就不废话，直接搭过去，看看这上面是个什么东西。哦，上面有向日葵，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植物啊，咱们应该可以拿这些合成出不少的东西了。我瞅瞅啊，而且上面还有牛，咱家如果有熔炉的话，这肉应该是不缺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没权限？你跟我开玩笑呢？先拿沙子合成一下。哇、哦，水晶箱来16个，这包力给还不错啊。再看下黄花，超级苹果其实也很好啊，但是花有限，那就不拿这个花合成。目前看来，暂时啊，这些东西合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好。好，这里还有红色的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玻璃板啊，玻璃板的话就不要了。哦，那边还有丁香花耶，兄弟们，丁香。再看一下丁香。丁香是玻璃板，白桦木咱们家应该还是有的啊，所以白桦木我就不拿了吧。算了，看一下，反正他也奥利给，呵，又奥利给了，我还没离开呢，他又奥利给。哦，这岛上有刷桂龙，兄弟们，刷羊、刷鸡、刷猪，各种刷桂龙，全是刷动物的，那真不错啊。鞋子，然后再看一下丁香，多叶箱子，哎呦。终于出好东西了，这是一个哈肯迪姆熊甲，来把它扔了。再看一下红花箱子，不要，线，钻石土豆也没什么用，说实话。那这么讲，哎呦，来了双鞋子啊，超级 X 光鞋，漂亮！我们的血量现在直接达到了15万，赶紧看一下咱们那无尽现在能不能做了。无尽定，这啥呀？这块我都没见过，你看这肯定是假合成。再看一下这个。钻石块加最终之剑1级，那更合成不出来了。兄弟，你这有点困难呐！我去嘞，咱们随机合成玩多少级了，兄弟们？不然就接坑吧。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挑战幸运极限了，因为我们这里边几乎无敌了。老六版想召唤出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泰坦的话，几乎不可能啊。在随机合成生存里边，这个老六版本的够呛。这样，这12个方块要是能送我去末地，我就能给大家玩到达到泰坦。要是没有末地传送门，我去，想干什么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咱们就可以直接截坑了，因为这个难度在后期来讲就是纯靠运气了。有人会说，那去找末地传送门啊？找，你知道找末影之眼这个东西有多难得吗？我去了，你看没有，就暂且算我通关了吧啊！并且龙蛋咱也得到了，带给他来块蛋糕。哦耶，通关啦！下来我了，我要继续挑战那个啊，死都通不了关的那个东西，叫什么？幸运极限生存最变态的那整个包，我来了。